各位观众，以下是一则突发的武林研究报告。近日我们特首发表了新一份的施政报告，而今年我们的施政报告是以创新经济、改善民生、促进和谐、繁荣共享为主题的。是啦，黄浩奇啊，我们的研究报告到底是讲了些什么呢？好，谢谢美美。纵观翻成份施政报告里面，特首今次是以一带一路为施政方针的重点。在接下来这个施政报告里面，特首鼓励各界人士配合一带一路发展，但当中对于武术界和传统国术，特别是传统国术界里面的内容呢，是半点不及，都没有提及过的。我们是深表扫射。有见及此，我们就派出武林研究室特约记者陈恩孝到市面和大家访问一下，究竟他们对于一带一路和施政报告的看法。好，咁我好多谢厂嘅同事噶，咁依家咧我就身处响外景啦，咁就访问一下市民对呢个一带一路有咩睇法噶？呢位小姐，请问你对一带一路有咩睇法啊？你问我啊？用 Google Map 啦，方便啊。好，咁我哋再试下访问一下其他嘅市民啊。呢位先生，请问，请问你对呢个一带一路有咩睇法咧？一带一路，系先生系咪搭车啊？可以用呢个 apps 噶，有埋时间噶，你搭边架我帮你查埋啊。好，咁嚟紧咧，我会咧尽量尝试一下咧，响街上面揾其他嘅市民嚟到做访。熟人，熟人，熟人，跟住喂，咁先师傅，喂，咪事咪事咪事，喂，我。做訪問啊！喂，有鏡頭喂，唔係，冷靜啲，冷靜啲。做訪問，訪問啫，訪問。好嘢喎，打架。有會打架嘅。有打架 ，OK。有打架，係好，喂，好嚟。問咩？係你對呢個一帶一路有咩睇法咧？大一路？輕輕解釋下得噶啦。輕輕解釋下。拎隻手出嚟先。一帶斬橋壓上路。再唔係喎，一路鎖橋。等陣，冷靜啲。咪封佢三關咯。我知道，我俾你封咗三關啦。Okay. 但係個問題啊，我唔係講呢個一帶一路，我係講，咩啊？呢個一帶一路啊，施政報告嚟講。係啊，施政報告嘅一帶一路。哦。是啊，你對呢啲界別啊，各樣嘢睇法有咩意見咁樣啦？嚇，點解冇國術界啊？點解嚇？可唔可以加冇咩？可唔可以加翻噶？喂，完全嗰個位置冇國術界噶喎，真係可唔可以加翻？得噶啦，咁我哋交翻俾廠嘅同事啊。唔該曬我哋嘅特約記者陳潤孝落區報導。咁呢一次嘅報告咧，就其實就完全就冇講到我哋嘅國術界喎，係咪啊？冇錯，其實真正嘅一帶一路係各位武術界人士應該自己身體力行尋找平台，推動港珠澳武術發展，尋找未來嘅武術之路。咁希望咧就嚟緊我哋香港咧就會有一個。關注國術界的平台啦，係啦，冇錯。今次研究報告到呢度，希望大家繼續在 YouTube Channel subscribe 我哋武林研究室，留意我哋嘅動態。冇錯，喺國術界嚟講，真正嘅一帶一路係各位武術嘅人士利用自己身體力行尋找平台，推動武術喺珠三角方面。跟住係呢個。我見到下係咁零頭嘅，係咪有啲問題啊？窒下，冇錯，係啊，即係三秒蘇醒啫。